你放，行吧。哎，你到时候把咱娘送回去吧，不家那天不是这话上来黑白天。行，你去吧，咱是娃送回去吧，找在这装行不？行，去吧，你走吧，叫我家妹妹装你去送她去吧。乖呀，看这白菜，哎呀，我寻思没来过夜了，看这白菜手里的这是饿，这白菜地比累山山的看过才来到。 可累，看那工作多，这可不咋，修理的不可这一窝功夫。这有功夫哎，光有功夫这样子的会，那可累。你不会修理，你光有功夫，你在这也不沾，那可累，这有技术，没技术可不沾呀，修理这太，可累。这有技术，看那也那些颜色，或者颜色回去了爷爷，爷爷那是颜色脏的，哦，这闪闪的说颜色。 给弄个裂壳，这是菠菜呗。这是菠菜。嗯，看长。哎呀，又不低不瘦的，这慢慢的都出来这，哟，哎呀。走走走，系好层了。哎，叫你太乖太乖了，小腿子。上。咱们拿俩棍儿捉的，这腿子。这是韭菜，这个不来了，教教人家。这不是疙瘩吗？好嘞。 这是咱俩大哥大葱，喂，这从哪这块？这是大哥大葱，你看这个，喂，这个够好，那个是长脖葱，这长，还长脖。哎，等会儿可好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咱猪，哇，你看这看这老母，看这老母，看这老母，哦，看这老母多大呀？你看，那好吃，谁好嘞？在这，谁好嘞？这个大的，哎，俺说这个都是好的，谁好嘞？ 好吧，这是这醋了，老婆能吃，给你拿回去，能吃。哎呀，这葱就是。哦，你看主儿这个，主儿这个。这是白葡萄，白的，啊，葱，这啥白葡萄？那是疙瘩葱。上面那这个也跟着这个是。白菜，葱伢老爷就是说，冬天可吃了白菜葱。哦，你看伢这个。 我跟你说，俺家这个葱嘿，我算俺家上边那个能称一天都块钱。俺主要这一二三四五六，俺这六笼又称好几百。人家老爷卖吧。这有咱的贡献，咱得多吃点。我第一个我是院长，菜长，院菜有点小，正当头嘞。再说咱的分，咱的水。教我给你好，大的，好，好两亩大葱，不能。 不能光好那小葱，你怎么不来院里？给，这。这从可顶的，俺老爷修理这菜就是。今年过年啥时候煮过大葱炖白肉？大葱肉，你也饺子吃吧。送我送你那个。让我慢慢。你慢慢来。老我都不能走。我当你看见上面那个葱更强。上这来看了，我也弄不来。可不是。 你看我叫你看看咱上面这个，俺老爷手里这葱比下边这个还好。嗯嗯，先看吧，我也没见过。没见过呀？妈，爹，你问说吧你？你没见过今年这葱，我也没见过，再没见过这墙这葱。牵着妈妈的手，慢慢往前走，看看这葱多好。哎呀，你看，见过吗？妈，今年呀，老爷也不是手葱，也不是。 那个啥，你看见没？乖了，今年就是没见过，没见过吧？八十多了，没见过这好了。天上小水我也从可没着。你看这葱，乖了，引以为傲啊！引以为傲，你看这葱，哦，你看这还有的，这些好几种的，八九种的。乖了，就这个葱就是，啊，这一个比一个好。可不是一个比一个好。这冬天了，这么是葱跟白菜。 这边吃吧，说同意好，白菜也好，过年了咱啥也大，那没事了，肉、白菜，咱俩都是豆腐，白菜真多，咱不买他们的，冬天吃吧。对，你这好多人在家做的都是好，都牵着妈妈的手继续往前走。
都是这都是，着急的，在这干嘛？你走了都。